我们继续玩这个火影忍者时候又打淘汰赛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天还能玩多少久？三十几分钟左右啊。对方进，我肯定把什么进 S 等也要进啊！我去，又切坑了，又进了，大蛇王感觉还没有又危险，用个蝎，用个脚，用个飞段。一尾留给你，你两只大手抓多好，拿个一尾呗。他要旗袍天天，那我拿个一尾玩一下。霸体肯定先拿走了，对吧？霸体不会给你的。来个伞吧，再来个水盾。来去手里剑，七八天天也是挺猛的啊。我们守这手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感觉打不过他，我感觉还是用歇吧。毕竟他这个手比我这个手长啊。嘿，用天天，还有用大河，你这个家伙变来变去。抓你，电你！哎呀呀呀，哎呦呦！不用分身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他应该有秘卷啊，等你。打和照样把你打了和，哎呦，你的手长，我的手也长，哎呀呀呀，吓死我了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错边了，哥错边了，我哥错边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走那里也会给拉起来，没分身啊。哎呀，一招提错满盘皆输啊。哇哦，你要不要这么狠，给条活路好不好？射他，哎，来啊，略略略，吐舌头了不起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哥，我错了。我忘了，我瞄一点啊，先蹭个点再说。对了，哎靠，这都能冰住啊！好卡好卡好卡，是他卡还是我卡？怎么这么卡？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卡？他又要开大，我的天！拉走啊！直接削他一下就是了。天天旗袍天天，把你带回家。哎呀，错边了，错边了。他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。
哎呀，哎呀！他不用分身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跟你耗，就跟你耗。开大呀，你倒是开大呀，就这样耗死了吧。其实谁先开大谁就有点危险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先选的话，我把这个干手进了吧，你肯定进右，对吧？然后我就选个卡卡西呗。他可能会选什么？佐助、白，来不选我爱罗？佐助啊，白佐助啊，那我就白呗。这里没有疾跑天天啊，疾风里、疾风天天。啊，疾风天天吧，呵呵呵。宇宙克，你不要喊这么多遍嘛！我没学你，你就喊这么多下是吧？鬼灯笼，鬼灯笼比较克制李洛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料，可能会选料，因为除了鬼灯笼，好像其他也不怎么好。掉线，掉线！这家伙真把鬼灯笼选了。那我就来个水盾吧，作为一个盾牌，感觉没用啊。防李洛克可能还有一点用，就是防他那个飞天，对吧？来，白打头阵，不要不要，白打头阵，对吧？我也是远距离啊，有一只扫射你，我爱罗。能掉段位吗？掉什么段位？段位还需要掉吗？刷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！丢！八体耶！八体，我那个去！不了，两败俱伤了。这都能刷到啊！我的天！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啦？放个大，你还没凹一点下吧？你还危险，把他先闪他兵，等他来电我。靠，怎么就连两下就没了？哎呦，我没射出去啊！你跑，你跑！哎呦！竟然给他砍死了！
就这样子被他笑死了。找到开个大也好啊，雷切。你丫的还放个鬼灯笼给我炸我一下，不然我帅气的击杀你啊。小李多克是吧，齐分里你也麻烦大了啊。又麻烦大了，这坑大了，他放的大我不就糟糕了，放狗。没事，还有24分钟，那最后一天的淘汰赛就结束了，把大蛇娃给进了。他肯定会进干手是吧，哎呀小样，你竟然不进干手，这样的就是说你要用角度跟我对打是吧，我也想用角度，哎我爱罗，哎他不用角度，来一尾鸣人，一尾鸣人我快有了，还有6片吧是吧，希望能在组织里面，然后再一些什么兑换一下啊，才能把这个碎片给它凑齐。我去，这家伙有8体都不要啊！你是不是烂我？故意选这么好的给我打？这家伙名字都叫厉，这个厉害了啊！这家伙肯定厉害了啊！啊，我还在选。来个焰吹雪，这家伙居然不用飞段还干手给我打，就你干手吧，而且还带8体，8体都不选，没见过这么好的队友对手。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，我就不放啊。一半血就没了吧，爽不爽？送你归西。其实打他都不需要开大，只是为了炫，打得炫一点。来来来，哎呦，这里都能加得到我啊！哎呀，我错了啊！点不过去，点不过去，搂他！哇，这都能破！哥，我开8体了。这么快放弃了，好，等死，来个大，走你。
库库哈克，厉害，这家伙够厉害。开霸体冲过去揍他。还有霸体的。那这里挂机吗？哟，哎呀，哎呀，又还没创三。过来，过来，一个旋转吧，你就死了。旋转吧，角度啊，我把飞断了，折错了，还不到二十分钟，能打击吧？呀，那个家伙居然把那个给进了，阿辉进了，他可能有远波风水门。我选自来也，要选择这个飞段，咒运左，哎，我运一下左警吧，我这里面还没有左警的说，扦插带走，我蛤蟆那个发疯池，他的技能飞过来就尴尬了，是吧？鬼灯笼要选一个，以防万一。你换不换？你不换我也不换，我就跟你拼 S 了。你换我也换。这家我不换了，不换拉倒，我也没指望你换。哎呦哈！哎呀，他不用分身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用分身？我去啊，技能都没扔出来，全部给他克掉了，全部被他压制住了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哥不认识你。啊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！哟去，直接上大了，妹的，你会后悔的，这下可尴尬了，不好打了。你们来，有本事你来，站在这里给你打。自己去赚了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哎，你再打我，你再打我！完了，这么点血被我打这么惨，又来大了，又来大了！哎呦我去，这个没打好，本来有机会就这么点血就打不死他，完了，这很尴尬。白眼靠飞段，刚才不应该扔一技能的。哟，吓死哥哥了！
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看，蛋又给它吹起来了。危险啊！最后一点点血，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差一点点啊！再给他顶一下就死了吧，再打一个组，这个很难。堵门里，我操，大哥你这么狠啊！我操！一屁股也差一点了。主要是在打波峰水门那一个失误太多了。进阿飞吧，我选先选右是吧？安布右，再把进了。哎呀，你把安布右进了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选冲眼印吧。我还准备选漩涡鸣人，看看他选不选。他选按卡卡，什么鬼？连多利手狙都选。哎，我选两个妹子啊，一个主人公。哎呀，他也选两个，把手狙都选了，肯定带霸体啊。自我也选霸体，对吧？水龙卷也选了，两个比较能压制啊，能有压制的这个效果的秘卷，我把它选。选个伞，土遁地爆连多利，我们鸣人吧，主人公先上场啊，后面两个妹子压轴，压个女忍者压轴，乌喵王。好污的名字，好污的人带了两个手狙，是有多喜欢手狙？如果有疾风手狙，我估计他也会出手疾风手狙啊！哇，哇，一下两套啊！来，吓你啊！我什么那么冷，抱一个，哎呀！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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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你这个手机是近战，哎哎哎，好卡的说，哥你要开大吗？完了完了完了。这很尴尬。嘿，血没他多，刚才稍微有点卡呀，是吧？我要找一点借口。走上垫一下，还能连啊？你不是被我垫住了吗？这都行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还会？我就不相信你还行。丫的，这给他搞了一半血就没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被喷火了？你还没打到他。我天！你跟我说拜拜，我错了。这家伙用手机用的这么溜，竟然让我无懈可击。呀，
哎，蛋疼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下面？你作弊。这家伙好贱。哎呀，你们是炸死了，不至于给他一串三啊，这给他一串三多不好看。上下走就是我。哎呦，他有八体啊，忘了忘了忘了。作孽啊作孽啊。哎呀，完了完了。输了，便宜的这个哨卡了，这样的蹂躏泳装井野，五五，哎，开霸体啊，他死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又输了。小瞧人家，轻敌了。还有十分钟，我们不会掉到五十以下吧？什么鬼？光听声音不见人影啊？几个意思？哎，卡住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退出来，不就是算我输了？按照情况，他应该是会那个吧？时间到了，他应该会把我自动选了，对吧？要不然对面先退吧。很尴尬，这样子卡在这里怎么打？我是退还是不退呀？对方怎么不退呀、啊？退了直接算我赢，这应该是他的 bug 吧？啊，这么多 bug， 哎，对方掉线，应该是算对方输的啊。所以要遇到这种情况，尽量等了，不要退了，退了就算你输。佩恩我绝对进，你想用佩恩，门都没有。再不斩是吧？你有再不斩，你用再不斩，那我干死鬼鲛吧。军马旅啊，我就吸了红了，别换了。军马旅很不错的，他也在想要个吸了红。除魔。攻破，那我就这个雷光剑化，然后再来一个吸闪，是吧？你就我，大家都用大刀是吧？嗯，干尸鬼鲛再不斩。哎呵，你还放？你还有意思放？这坑货啊！把军马旅拿上，那我早上拿昔日红打头阵，管你何许人也，先禁魔再说呗。第二波，哎，我靠，我走下来干嘛？
哎呦，我操我操，完了。是吧？太笨重了。刚才我不应该走下来啊，怎么会走下去的？你这么狠，哎呦，进化还没出来，哎呦，好卡呀，不是卡，我感觉按键怪怪的。一下没拉到人家，技术卡吧，感觉很卡啊，就是不很流畅的样子。哦，我操！哎呀呵，他将。我操，值啊！这把又要贵了。打到中后期也是贵的，贵得多。哥，轻点！哎呦去！一二。我操，这里都能暴击啊！我操，差点！还是跟他跑吧，哎呀，跑不了了。太烦人了。才刺了他一下就基本就死了，完了，最后一秒输了，我去，这打的什么呀？最后打一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应该能保证在60以上就够了啊。把歪罗进了，最后一把竟然给我用这些人的，哎，你把鬼遁水月进了是什么意思？用个疾风佐助吧啊，冲野鹰、李沃克，这就是主人三个主人公，千叉啦，肯定啦，我就霸体啦，哎，不对呀。霸体给佐助没用了，应该给春野樱。傻了。来吧，除魔不是封印。小楚田把楚田封印了。泳装对泳装呗。那我说我欺负你穿衣服少是吧？他是千叉，这个要小心啊！我是什么玩意忘了？紫水，
哎呦，又被擦塌了。呀呀呀！完了完了！我的天，中招了！哎呦，这都行啊！刚才找到一名分身了，哎呀，就差一点点啊！这家伙套路深，最后一把也不让我赢。既然如此，你又撤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准啊？哎，就这么点残血，还我浪费个大。真是极大的浪费。完了，输了，这把又输了，最后几把都是输啊，什么鬼？前面打得挺好的，怎么到后面打得不好了？我不是封印了他吗？还有个小楚田啊，怎么搞？我留个大，他也，我就这么点血。封个印。只是一件惨叫，走吧，楚天，我送你走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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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会空大了啦？哎呀！居然这个他没打到，气死了！原本以为就这么赢了。啊，保持在60%的胜率啊，连打，可以玩些忍者大猜想啊，我们去参与竞赛一下。声音倒是出来啊，切啊，这里录半个身体，这应该是楚田啊，刚刚就被楚田打败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哎，干手吧，还没声音啊，这是阿迪达拉，这种状态一看就知道啊，这直接说的，这应该是秋道丁次啊，秋道丁次，昨天有声音，今天怎么都没声音？哎，这是波风水门。这是什么？群主呀，群主呀，还有声音才有听得到。漩涡鸣人，这疾风佐助吧？这是谁啊？热夏鳞翅，佐助。血轮眼和那个不是比较像吗？
这个是山中景点，这个是五爱罗，五爱罗绝对是五爱罗，应该是小五爱罗，大的五爱罗好像葫芦没那么大啊，自来也。最后一题啊，诅咒啊，小个子，一看是诅咒。在150秒内答对全部，难道我没答成吗？150秒内啊，并且全对，难道我没全对吗？哎，我错了，哪里错了？好坑！躲避考试玩呀！我这个过不去啊，我去，什么鬼啊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不是躲开了吗？谁设计的这么难？再来一次吧。什么鬼还落雷？那落雷怎么躲？哎，都没有显示红圈啊！用迪达拉算了。迪达拉看能不能过，在天上对吧？我可以在里面选，我在外面换，傻不傻？哎，怎么还是江南？错了，落雷会在什么地方啊？都没有显示落雷在哪里啊？4秒，哎，可以躲啊，换技能。那个运迪达拉不就很好过了？我操我操，这速度贼快。这不就过了？感觉迪达拉好过一点啊！这就像过雷霆秘境一样，迪达拉在天上电都电不到，是吧？靠，还有球，还带球的。哎，我操，又来。爬不到，现在迪达拉就能过了吗？
这就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在天上就不会掉了。嗯，这有滴答拉就好过，小南也可以过，只要他在那时间扔个技能飞天就可以了，能飞的都能好过。阿飞也可以的，不过最好过他感觉还是滴答拉。两个气泡是吧？我操，越来越多了。哎呦我去！忘了忘了，有没有看准时间？对吧？不上去了，不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主要是刚才躲气球。躲那个电圈，哎呦，我放了半天技能才放出来，哎呦，啊，这个电圈打我也不疼嘛，那不是还是很容易过的吗？飞一下，基本就过了嘛。哎，这次这个还挺简单的，上一次的好像这个滴答拉都过不掉，躲避测试啊，就不应该设计那么难，对吧？那我们简单过了，才能打那么久。哎呀，我现在就要秘境术啊！秘术之城。